练的是第一句要喊出去，没事，我让他练练文化，没有没有文化，你去跑去展示一下啊！不，你们看不了。你刚把大妹子吓得一激一灵，你这干啥玩意儿？不该笑，我没有准备呀、啊！你俩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呀，这个孩子怕，我给你念一首高尔夫的诗。耶，高尔夫的街，高尔夫的夫，诗。念念念啊啊！在仓库的，你这一会儿到四平了，七平零俩的就怎么着？苍茫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。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半月眼睛都哎，我这么有意思的事是不是？大哥呀，你这么拿牙上架的吗？好玩意儿，这是！哎呦我的，一首好诗给念成这样，你说。